这个是个小花园，景色非常的宜人啊。我在花园中行走啊，回国之后啊，我估计我给修修我这个尼康手机了，相机了，有点问题，或者用它这个保修卡修一下啊。我得去问这个我的那个买的那个地方，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修啊，多少钱，多长时间啊？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短的一个东西。天哪，突然间下起了雨。